今天呢是2020年1月1号，我想祝大家新年快乐啊。那么今天想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本身呢姓严，好、哦，很多人都叫我干呐、啊，我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他们都会叫我干。那么我本身呢，在 YouTube 跟在Facebook 我都有做一个页面，在 Facebook 呢。我的页面的名称呢是叫做 Manhan One TV， 然后在 Facebook 呢，我那个页面的名字是Fans Yushin 06，在 YouTube 的那个页面呢 ，Manhan One 的意思呢是代表着慢行网，慢行网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感觉到。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都很快，那么我希望说大家在看了我的影片之后能够把你们的脚步放慢，然后也希望说大家能够舒缓一些心情。如果你们有常看我的影片的话呢，你在一个右脚或者左脚左上角呢都会有一个 UCIONIN， 其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在2006年呢，我就突然就想说，因为那时候我对网上的东西我不大没有什么信心，然后我也觉得不是很安全，那么我就希望说在网上呢，我就放一个艺名吧，一个笔名，那么这个笔名呢？它的名称就叫做 Yushin Iron， Yushin Iron。这 Yushin Iron 呢，它的来源呢，是因为我喜欢看海，然后 Yushin 跟 Ocean 的音又比较相近 ，Yushin 它也代表着一个趋势，就好像 fashion 这样的意思。那么 Iron 呢？是因为我看到一套戏，就是 Iron Man， 所以、我就已经就从中我就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把这两个字拼凑起来，那么就成了 Yushin Iron。 Yushin Iron 其实就是说只是一个我在网上的一个代表，然后在现实生活中呢，我通常都是用干、哦、因为我是姓严嘛，那么我就用干这个名称了。有些人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可能有些人会说我喜欢白色，也喜欢黄色，喜欢蓝色，其实我任何的颜色我都很喜欢。然后你也不用，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其实每一种颜色都有它的特色。那么如果说让我真正喜欢的呢，我是比较喜欢蓝色跟白色吧。虽然我现在很常穿的衣服都是黑色，在影片当中了。在很久以前呢，我就其实对本身就是很太，就是就没有什么太了解自己，因为以前的年代父母都是为了工作而忙，然后。虽然兄弟不是很多，兄弟姐妹不是很多，但是他们也没有说真正的去了解到底我们需要我们的看我们的想法，而且我们本身也比较不善于表达我们自己本身的看法、心情还有看法，就变成了我很多时候都会把我本身的一些看法呢放在心上。放在心里面，那么久而久之呢，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是人生没有什么目标啊，就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直到呢，我在最近呢，我就做了片子，好，然后慢慢的我就把我的心胸放开，然后我才会想到说其实我本身才会比较了解到自己了。那么每个人其实可能别人他们都有他们不一样的他们的方式来了解自己，但是我就是刚好我就是
就是有用到有找到这个方法来了解自己。我比较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啊，可能我了解的东西啊，哦，然后就是其实也是属于舒缓我本身的心情的一种方式。然后你在网上，通常我看到很多人在网上就是比较喜欢做一些整人的一些影片啊。其实我不是不想，但是我不会做。那我不会做呢，我就做一些我比较喜欢的片子，可能就做一个比较属于就是比较直接性的。2020年呢，我有三个想法，哦，第一就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包括你身边的人或者你的家人，我希望他们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第二个想法呢，我是说，第二个想法呢，我是希望说，其实我们大家不需要分你到底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法国人、美国人。其实我们在我的本身的看法，我们都是地球人。对，你可能你来自美国，可能来自香港，可能来自其他地方，但是只要你们所做的东西没有伤害到别人，比方说我们全部都是地球人，包括你是来自伊拉克都好，你是来自以色列都好，其实对我来说我们都是人，其实都没有都不分，哦，没有任何区分，我们都是人。这个概念呢，我是怎么来的呢？我是从那个香港的王健嘛，香港已经过世的那个音乐人就是王健，然后还有就是成龙包括有一些他们的想法，那这两位是其中之一。那么我就说因为我觉得真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都是一群很幸运的人，可能有些人他比较不幸，但是至少他们都还活着，这个是我的想法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感觉到我影片呢其实是可以帮到很多人，我是希望说大家能和我一起就是完成这个我这个的愿望啦，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尽量把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啊，身边的人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多多订阅和分享我的影片。那么当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受益。可能哪一天我刚好我做的影片你刚好看到了之后呢，你有受益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你的心情会比较释怀一些，可能会比较放松一些，可能你也有另外一个你也有本身的一个想法，可能你会开朗一些。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都是这样子啦，而不是说任何东西就是现在的世界局势很乱啊，那个贸易战啊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相信对大家来说，很多人对来说都有影响，但是我的想法就比较单纯一些，我只是希望说把这个负正能量就分享给跟大家分享了。我也希望说有机会的话，从影片中所赚取的一些收入呢来帮助一些人，可能数目不会很多，但是我会尽量朝着这个方向走。有了大家的支持和鼓励，那么这个就是2020年我说我的愿望，然后我希望我相信我可以做到。看到这个影片的人，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然后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再见。
The Bapa.